就是你们呼唤了很久的 room tour， 我们搬到这边有快两年了，这个期间小修小补小装饰，今天我觉得大概80分吧，就带你们来参观一下我的家。如果你喜欢我频道内容，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把那个小铃铛打开，这样我一更新你就可以收到提醒了。黑色的，而且很高，所以这就让我确定了门口我想用黑金的这么一个配色。另外门口的光线也不是很足，所以我就又买了两个柱子灯，这两个灯就是在一个叫 lumens 的 .com 的网站，品牌是 Pablo。 那今天这 room tour 我会把我们家就很多这个东西以前大家问的比较多的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并且如果有链接我都会找到放在信息栏，然后大家可以查看。另外大家看这个 entryway 啊，就是我希望是比较开阔的感觉，所以右面我放了一面镜子，左面就放了一个 console table， 镜子可以扩大空间。 console table 呢，我就是选的这种很简约的方框框，不是一个什么柜子，这样就空间会看着比较大一点。以前大家问比较多的就是这幅画啊，这个我是在 Frame Bridge 上面定做的，这个画就是我老公拍的那个自己的照片。一进门一定要有个放鞋的地方，我以前就是用一个架子，在 Vlog 里大家看到我就把它换掉了，就是换成一个像百宝箱。这个小百宝箱其实是一个小朋友的那个床头柜，和对面这个金色的罐子加上这个地垫就全部都是黑金的配色。门口这些家具全部都是 Restoration Hardware， 包括镜子啊什么的。这个地垫以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黑 mat， 还挺好用，所以就是整个的 entryway 是黑金配色，然后尽量空间大一些，我再增加一些灯的这个亮度，大概是这样。好的， entryway 走进来对着的就是我们家这个 living room。这边大家可以感受到，我觉得是比较开阔比较高的，原因是我们家这个房子是一个很高顶的，而且它好像是一个 designer house， 就是它那个房顶上有个穹顶是那种带弧线的，我觉得非常的优美，就是这个 entryway 到这边就打动我了，当时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所以在这个 living room 我也是用了一些不要那么多的家具，另外开阔的这种摆放的方式。那这些家具也都是 Restoration Hardware 买的，就是这种对着的一个布局，然后茶几也是比较低的感觉。我们家是没有单独的 dining room， 所以就这块家具包括地毯和那边就起到一个功能上的分区，那边就放了一个餐桌。那这边就是我们家这个餐桌，其实当时这个 living room 和这个餐桌在我在西雅图的时候买的嘛，那个时候就是分两个房间的，但是好在现在放在一个房间也非常搭，所以我就有一个心得，就是大家如果新房子整体买家具最好在一家选。那我当时那边的沙发和这边的餐椅都是用的一样的面料一样的颜色，所以即使我们现在换了房子了，然后他们摆到一起就一点都不违和。当时就是房主在造的时候，他就是把四面都是那种陷进去，然后上面放两个射灯，就是跟那种画廊的感觉一样，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把四周都买了很多画。以前大家就问我在哪儿买的画，是在 Neiman Marcus，它其实旗下也有个网站叫 Hautrous.com， 它那个网站上画的价位可能就是中或到高档，但是没有特别贵。好处还有就是它得有很大尺寸的画，然后各种风格都有，所以你就比较全，比较方便挑选。那这边呢，就是一般平时我们是不用，客人来了才用，所以整个我就把它弄成这种像画廊一样，又高顶，然后就感觉在这吃饭是就是比较宽敞，比较舒心吧。所以就这边我还是挺简约的，没有摆很多东西，没有再添什么家具。就是我们家的 family room， 从 living room 过来的，就这边是有一个这样的拉的门，还挺重的，但我就特别喜欢，因为它就是很高很开阔又不占空间。 family room 我也是做了最基本最简单的装饰，还是功能为主，
就这边挂了三个盘子，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颜色也都还是就是黑色，上面稍稍有一点点金色，包括这面的镜子也是可以增加空间感。这个镜子是在 CB2 买的，我觉得质量还可以，也是选的这个稍微有点金色的边，就是整体是很简约的这个风格。然后这边呢就是壁炉，那这个壁炉呢就是我们家为数不多的我可以发挥一点自己这个装饰欲望的地方，所以我就上面摆了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依然大家看颜色就是比较素的嘛，还是这种黑白色系为主。中间这幅画是 Anthropology 买的，那像这边几个香薰蜡烛这些小摆件我也都是采用黑白的颜色。 Family Room 就是全家人就待的地方嘛，所以就是沙发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也是新买的，就大家看我 Vlog 也知道以前就是一个宜家的沙发。这个房间我自己的想法就还是要保留这种开阔感，另外就是也比较简单干净的颜色，不要太复杂，所以两边的装饰画我都是买的同系列的，挂了个寂寞的那种，大家就是若有若无的那种，颜色也是就是淡淡的这种，可能是中性偏冷的一点色调。那这个沙发这一块就是比较中性色调，沙发和这边的椅子还有这个地毯，包括这边的小脚凳啊，这些也全部都是在 Restoration Hardware 买的。这个沙发呢，大家可能以前就问的比较多，它就是 Restoration Hardware 家的Cloud 系列。但是我就是买了这个沙发，发现 Cloud 其实还有三个子系列，一个叫 Module， 一个叫 Track， 还有一个叫 Petite。我们家就是 Track。它的区别还挺多的，所以大家最好是到店里咨询一下，就是并不是想象的 Cloud 只有一种。然后 Track 的区别就是它这个靠背要起来一点，所以它躺在这儿的时候并不是特别仰的，如果你买那个 Module 的话它就要更仰过去一点，那这个就是因为起来一点就是比较省空间一点。另外大家说这个沙发泼红酒也不会脏，我觉得其实还是会脏的，只是它可能稍微好打理一点，就是用一些特殊的清洁的方法吧。那总之这个沙发还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经常就有的时候中午在这儿睡个午觉。这个房间从刚搬进来到最近，我做了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原来那个沙发的布局是在这个角落，可能很多人摆沙发也都是把它靠墙的摆，但因为我们这个房间非常非常宽，如果在那边摆沙发，它和对面这个墙它就中间离得特别远，然后没有互动，就很奇怪。所以我换沙发同时我就把它设计的往前推，所以是有两条动线，就是这边绕着沙发在画前面，然后那边一条都是可以通到院子里的门。特别好的一点是你看这个门打开的时候，这种布局我躺在这里就感觉躺在了宇宙中心，然后可以享受外面的阳光啊，空气非常非常舒服，所以我这个改动我是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另外这个 family room 承担了还有两项重大，就是角落上我放了一个桌子，我平时在这边剪片子，另外那个角上还有一个跑步机，也是原来从西雅图带过来的，这个疫情期间嘛，就是还要锻炼锻炼身体，所以就这个房间承载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能，也是我自己待的最多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小餐厅其实是厨房了，然后这个角落就是我们买了一个小的餐桌，就是大家每天都是在这儿吃饭的，那边只是客人来了才吃饭。那这边好像 vlog 里也经常出现，很感兴趣，就是很多人问这个照片墙，它是好像25英寸乘25英寸这样的大小，我是在 Crane Barrel 买的。我觉得可能这个画框不便宜啊，但是我觉得装饰起来的效果非常好，然后里面那照片就是自己拍出来打印，我是在 Costco 弄的黑白的，然后把它挂起来，所以就是整个一片非常整齐的九宫格，很有震撼的感觉。餐厅这边的柜子我是摆了自己买的很多什么瓷器啊，什么茶壶啊，去装饰一下。那像这里面我放了很多这个餐具，其实放不下，所以我中间买了很多那个亚克力透明的这种小架子，就是亚马逊买的，这样我就可以上下放两层，外面看上去它好像还没有那个架子，因为是透明的嘛，就是可以放更多的东西，我就是慢慢充实我这个瓷器的收集。以后我就再跟大家分享吧，我一些餐具啊盘子啊，我就觉得哪些比较好用好看的。
另外这个台子上就是我们又放两对 Sonos 的音箱啊，就是可以跟家庭所有棚顶上那些音箱系统相连，可以用手机控制放自己喜欢的歌，还有这个数码相框，我们把这个照片从手机上云端同步过去，可以放一些照片。厨房的所有橱柜在疫情期间就给它重新粉刷了，原来就是跟地板差不多那种黄黄的颜色，大家可能看我 vlog 也都知道吧，就原来的样子。我觉得粉刷之后就看起来明亮很多。这个房子也蛮老的，就是20年的房子，我也没有说把橱柜换掉，原因是这个橱柜或者说整个厨房它这些东西吧，我就觉得还是质量非常非常好，而且很别致。特别大家看这个灯，就是20年前不知道房主从哪里买的，我觉得还挺复古的，然后也不是很常见的那个样子，挺有设计感的。另外还有这个水槽，这种曲线的感觉是开 party 的时候倒酒啊还是干嘛用的。另外它这个橱柜就是里面非常多的抽屉，柜子里面它也都是带滑轨的，这个抽屉它是造价非常高的，所以我真的不太舍得把它们都拆掉，最后就是把它都粉刷了一下。另外整个这个厨房我们做的第二个改动就是这个油烟机。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它是那种升降的油烟机，显然不符合做中餐的需求，所以我就把油烟机换掉了，就是又买了这个牌子叫 Vanderhoot，大家可以上网上看一下。然后我买的是好像是专业级别的那种，就是风力非常大的，把那个棚顶抠了个窟窿把它装上的，然后我对它效果非常非常满意。剩下厨房其他的小家电，烤箱、冰箱、微波炉、洗碗机全部都没有换过。然后在厨房那个角落就是很隐秘，那个里面是一个 powder room， 就是客人洗洗手啊什么的，那个空间比较小，我就不走进去了，就稍后我放到那个片段里吧。家里的卧房的区域，这边也是一个长长的走廊，这边就是房主也还是做这种展示的带射灯的，所以我现在这边放了一盆花，这个花瓶还有这些花也都是 Restoration Hardware 买的，他们家这些装饰的就器皿个儿都很大，然后他这个假花我特别喜欢，做的非常逼真，就是真的以假乱真，上面那个杆上面那个青苔都在，就非常喜欢。然后这边两个呢都是小朋友的房间，这个房子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储物的空间，所以我自己其实基本没有买什么储物的，像这面一面全部都是柜子，我里面放了一些自己的包啊，什么寝具啊，什么被子啊，就这些东西。所以走到尽头这里呢有一个洗手间，现在就是给小朋友用啊，算是一个客卫吧。然后这边转过去呢就是主卧了。两开的门走进来，右边呢是有一个衣帽间，不过比较小而且很乱，然后左边呢是我就是每天化妆的地方。那这边衣帽间其实我衣服没有很多，所以里面装的全部都不是衣服，都是很多我的护肤品的囤货。然后后面就是我化妆的地方，我每天在这儿最开心的，也是逗留时间很长的。外面有那个芭蕉叶子，真的在那边试试彩妆啊，就是研究研究护肤品啊，就是非常非常开心。所以这个区域就是相当于是我的专属空间，它其实也是可以关上门的，也是这种拉门，我就很喜欢。好，那这就是我们的主卧。其实我们家主卧没有很大，就比起西雅图的家，因为这些家具也全部都是 RH 的嘛。另一个床头柜贴着正好放在里面了，就挡上地下那个出风的空调出风口，所以我把它挪走了，放到小朋友的房间。我那边现在就用一个小架子来替代。我觉得主卧里一定要有一些就是椅子啊，或者叫什么 bench 那种东西，原因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总要把靠垫啊或者什么一些衣服啊堆在那里，所以我这边就是放了一个躺椅，这个躺椅是 RH 买的。
现在就是放在这个窗前，没事还在这躺一躺，还挺舒服的。在主卧和客厅啊那边都是一个朝向，全是朝南的，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很怕冷，所以它阳光是非常好的，我很喜欢。窗外就可以看到我的小花园，我种一些多肉在那个窗子下面，每次看到就觉得心情还挺好的。所以那边就是主洗手间了，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好，那就是我们的这个主洗手间，其实也没有很大，然后大家还是看到很多很多我的护肤品。这个架子是我后来又订的，就是在 Crayon Barrel Kids， 它是一个小朋友的书架，亚克力的，就把它订上面，先放我的一些护肤品什么的。脏衣篮，这边是浴盆，那边是淋浴，然后这边是两个洗手台。这个洗手间一个很好的就是之前的房主装了地暖，所以我现在脚丫子就是热热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在冬天特别舒服。因为它浴缸也是带按摩的，然后淋浴呢里面是可以放那蒸汽，可以桑拿的，所以就整体都是弄得挺好的，我们自己没有做太多其他的改动。其实原来我给他们俩安排在一个房间的，后来因为要上网课啊，觉得有点互相影响，就还是分开了，所以现在这个房间就归儿子了。我当时也是做了一些装饰，然后这些装饰都是在 Restoration Hardware Kids 上面买的，我觉得他们家装饰就跟家具，像这个我的床头柜就很配嘛，那个色调啊什么的，包括这地毯也是。然后这个床大家问的比较多，我是在Pottery Barn Kids 买的，也是定做的，等了几个月吧，我觉得它还挺好用的，就是也很好看，大家经常会问。那也是选的这种灰灰的颜色，是因为可能我想以后再添置一些彩色的什么小朋友的家具，都会跟这个灰色很好的搭配在一起。还有问的比较多那个玩具收纳，那个也是 Pottery Barn Kids 买的，身后那边有一个书架，这边有一个 closet， 所以其实也不需要我自己买再多其他的一些家具，所以大概这就是小朋友的房间了。就是小郭的房间了，然后原来就是这个床也是放到那个房间的嘛，所以床我都是买的一样的，床品也都是一起买的，我在 Restoration Hardware Kids 上买的，买了两组四套，他们家的好处就是真的很好看，而且待在一起就很搭，但是我觉得有点贵，另外它那个面料并不是特别特别柔软，就对小朋友来说，因为他可能想保持那个比较 structure 的感觉，所以它面料稍微有点粗硬，但是 anyway 它就是很漂亮。然后这个房间也是比较简单，我就在床头上面打了一个小架子，那个架子也是在 Restoration Hardware Kids 上面买的，摆一点小装饰。然后床头那边那个乐高桌好像也是很久以前吧，那个时候在西雅图呢，在 Amazon 上面买的，它有两面，就中间那块板可以翻过来变成一个平滑的桌子，再翻过来就是一个乐高的带乐高那种板子的桌子。这个房间就对面就是一个 closet， 可以放衣服，目前就是这样，可能以后小郭上学了再给他买个书桌摆在这边。
走进来，这边有一节算是 butler kitchen， 就是可能准备 party 吧，所以这边有水池啊，我老婆现在在这边做咖啡用。右边是 pantry room， 还有洗衣房，然后走到尽头就是 office。 这 office 虽然不大，但是我就感叹，就原来屋主弄得真挺实用的，就是非常简单的，就一体的，我连书桌都不用买了，书架、书桌，包括很多储藏的空间，还有装什么硬盘、打印机，我们就全部都利用上了，现在就是被我老公用，以后呢，这个应该就是我剪片子的地方。上呢就是我的家了，就是今天 room tour 的全部内容。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拍了两个多星期，分四次拍摄，然后每次拍摄之前还要把房间收拾得很干净，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迟迟没有出这个视频的原因。不过今天都展示给你们看了，希望你们看得开心，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好，那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内容再见吧，拜拜。